鸡龟龟滚羹，个个鸡有个个鸡有个个，黐线黐条蛛丝，黐住啲树枝。姨妈而家去，而家家私咪跟啱用嘅而家私。有食物实验室，咁加十个紧急掣，1蚊一斤鸡，1蚊一斤龟。究竟鸡贵个龟定龟贵个鸡？掘金掘吉掘金吉，掘鸡掘骨掘龟骨，掘完鸡骨掘金吉，掘完龟骨掘鸡骨。由亲叔叔送上唇，迅速送出，床脚撞墙角，墙角撞床角。你话床角撞墙角定墙角撞床脚？听讲有班扑街最近匿喺谷街度推人出街，呢班扑街点解要匿喺谷街度推人出街呢？谷街又点解会聚集咗咁多推人出街嘅扑街呢？咁系谷街本身系扑街，定扑街多数匿喺谷街呢？扑你个街咁嘅新闻都有嘅。我叫韩德能，喺呢条黄汉嘅巷口度有一只狗叫黄汉寒狼。话说喺西方一个叫黄汉寒狼牛牙眼下黑有国家，佢哋养狗嘅饲料同我哋唔同，佢哋用韩光冠军出产嘅汉狼康来饲养狗只嘅，所以啲狗特别强壮，好多人都慕名嚟选购狗粮。其中以眼黑黑国、狠狠国、新新新国、特特国、能登藤国、华华华国、心足缩汉个国国等等等等国、韩式西式国过嚟买嘅人最多。而我头先所讲嘅黄汉寒狼就系呢个国家出产噶啦。抖音。